大家好，我是一禅。人生匆匆如旅，相逢即是缘。有的人对你好，是因为你对他好；有的人对你好，是因为懂得你好。但无论哪种善意，都值得我们用心去铭记。珍惜对你好的人，就是在心底种下阳光。人生如四季，总会遇寒冬。锦上添花的事，谁都愿意做；雪中送炭的情，却并非人人都拿得出手。下雨了，才知道谁会给你送伞，谁只有口头的寒暄；遇事了，才知道谁是真心的贵人，谁只是热闹的观众。友不在多，贵在风雨同行；情不论久，重在有求必应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在不停的遇见中选择真心的陪伴。相逢已属不易，相守更是难得。不管遇见谁，都是生命中最美的意外。记住那些对我们好的人，是人生路上最真的情，是心灵深处最暖的伴。似清风，同朗月，扶我一上风尘，如我前路明灯。作家张嘉佳曾说，真心对你好的人会很多，一个也别弄丢了。毕竟如果弄丢了，可能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不如就趁着时光正好，岁月未老，感恩所有善意，珍惜所有给予。生命本是一场厚赐，一花一草，一人一世，皆是最好的安排。但大多数人往往别人的好记不住，别人的不好却细数在心。看过知乎上有个问题，人和人的关系能有多脆弱？底下有个高赞回答，与人相处最寒心的莫过于帮人百次，从没被念过恩，一次没帮就被怀恨在心。人是健忘的动物，因为一次不愉快就忘记了之前所有的爱。菜根谭有言，人有恩于我不可忘，而怨则不可不忘。世人都有自私的一面，人生在世，谁能保证不行差踏错半步？揪着别人的不好，只会换来无尽的纠结怨怼，对自己造成严重的内耗。做人多记人恩，少记人过。记住别人最好的一面，就是对缘分的不辜负。论语有云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这个世界很大，人与人之间之所以出现误解，多半是因为做不到感同身受。凡是把对方摆在和你一样的位置，只会让彼此的心灵越来越远。让一些琐碎和怨恨远离我们，让我们的心胸更加开阔。相遇不易，记住那些对你好的人，别让怨气占用了相知的时间。Thank you.
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对你好的人于他们而言不是义务，而是在乎。与其落花风雨更伤春，不如吸取眼前人。懂得回馈是对良人的一种珍惜，知恩图报是对真情的一种尊重。古语云，爱出者爱返，福往者福来。生命是一种回声，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。用爱才能交换爱，用信任才能交换信任。佛家有言，种善因得善果。当你想要收获别人的好感，首先你要在别人的心中播下善良的种子。人情需有来有往，才能感受到爱的流淌。每个人都是你生命中的一面镜子，你对他横眉冷对，镜子反射回来的也不会是好脸色。但如果你怀着一颗感恩的心，生活也会像镜子一样反射给你更多的阳光。常言道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朋友之间多想想对方的帮助，友谊才会坚固。亲人之间多念念对方的付出，家庭才会和睦。爱人之间多积极对方的可爱，感情才会长久。生活纵有疾风起，人愿你常怀感恩之心。福往福来，被岁月温柔以待。我是依禅，喜欢我的话别忘了分享哦。每晚八点我在这里等你，希望依禅的话能给你带来一些温暖与平静。晚安。